七月在野，八月在雨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哎，对对对，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嗯，对。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优秀。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好诗。朱门酒肉嗅，路有冻死骨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赠我情。五更月徘徊，我无影凌乱。你在发光。岂是梦和无良媒，书生自有颜如玉。昔我王以杨柳依依，昔我王以杨柳依依，我都唱不出来。这有九步了，九步可以到了。九步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台望眼，仰天瞧瞧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如云和月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嵇康耻，犹未雪，陈子恨，何时灭？驾上车，大破贺兰山去。壮士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客饮匈奴血。对我来说，可能更像是一个肌肉机，就是上了轨道之后，它就跟高铁发车一样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它永远在这个轨道上一路到底。嵇康耻，犹未雪，陈子恨，何时灭？驾上车，大破贺兰山去。壮士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客饮匈奴血。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冲天去。还是接力的，还是。它是接着的，对，还是接着的。可以敲了。这个出来可以敲了，还不敲，还不敲。等一下。我已经忘了，反正我已经忘了。第一个词是什么来着？明目张胆，胆小如鼠，鼠目寸光，光明磊落，落花流水，水到渠成。哦，没了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成千上万。哇，回答正确。耶、so easy。来，我每次遇上这种时间限制的，我真的就是慌的呀，就没底了。对，所以他会拿三百首。对对对。咱们分三本，就是我背一到七十五页，你们从七十五页往后背。这么多吗？三分之一嘛，三分这样咱们背不会重复。背只背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对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。我刚走到那边当中就要二十七步，是吧？三九二十七，一个人得背。至少十八首，大步一点走。是啥呀？刘子吟。好的。小心哦。哇哦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汗滴禾下土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到我了是吧？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漂亮！哇，好大长腿。那个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优秀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个。两只黄鹂鸣翠柳，碧毫白露上青天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个。小荷塘露尽人角，朝气亭立上头。厉害厉害，放！还有什么？古道西风。那你直接接吧。云想衣裳月想容，花想容，春风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快快寒！快快快干嘛？我倒了你。拂春风拂面，春风拂。哈。剑。春风拂剑露花，露花、哦、不露露唰露露露华龙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雨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。等会儿你再说一遍，七月在干嘛？在雨，在野，野就是七月在野田野上玩，七月在野，八月在雨，八月在雨，八月在下雨，下雨。
七月在野，八月在野，我就只要九月，九月在户，九月在户，就是九月在上海，九月在户，九月在户，九月在户。不能瞎说。十月蟋蟀怎么样？入我床下。哦，就十月就有蟋蟀到我的床底下了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雨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在我床下。入我床，入我，入我床下。好，两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就是他这种记忆方式呢，不建议大家学，不建议啊，我们能理解，不建议，不建议。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哎呀，采薇，对，采薇。满江红第一句啥来着？哎，满江红，哎，我考考他，满江红第一句什么来着呀？怒发。啊！潇潇，潇潇雨歇，台望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全欲，八仙女为云和月，还有呢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，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，架上我靠你了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先来，好的，各位老师，站好，哎，你酒不其实可以了，哪有酒不，你再给我看一下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雨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哎，对对对，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啊，对。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哎呦，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好诗。朱门酒肉嗅，路有冻死骨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赠我情。五个月徘徊，我无影凌乱。你在发光，岂是我很无良媒？书生自有颜如玉。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我都唱不出来。就九步了，九步可以到了。九步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，台望眼，仰天嘲笑，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仙女如云和月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嵇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，驾上车，大破贺兰山去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客饮匈奴血。对我来说可能更像是一个肌肉记忆，就是上了轨道之后它就跟高铁发车一样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它永远在这个轨道上一路到底。嵇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，驾上车，大破贺兰山去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客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冲天阙。Yes， 来吧，九步九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二哥，好，你来，来，你来，谢谢老师。三二一，漂亮！对对对，哇，真的太棒了！这么多人走回来，我有点害怕，突然。我先来打个样。好，丁老师，输了也不丢脸。好，请问，大明宫前朝办公区域的三所大殿分别叫什么？呱呱。紫殿，紫殿不是紫城，紫禁城不是紫城。三，太极殿。二，新庆殿。一，很抱歉，回答错误。哇，这太难了。好，那第二道问题，蔡老师啊，第一次呢 ，S 就已经给你们支付讲解费用了。那多少钱？五十。三个人五十还是一个人五十？一次五十。没事，给。请问，李白在大明宫的什么区域上班呢？翰林院。回答正确。好害怕。恭喜恭喜啊，状元之路。谢谢。把我的火箭筒拿出来，气势不能输。没事了，我相信我自己肯定可以赢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不能输。可以的，加油加油。开始。三二二，二四六二十四，四二四四六，是我先喊出的四六二十四，对不对？什么鬼？请看回放，回放来回放看一看。二四六二十四，四二四四六二十四，四二四四六。
这样，你们选一位，跟我真正的比一场。真正的比一场。谁来？我先来。好。走，三，一，一。曾老师。对，三，八。还不如刚才呢，神算子。这招应该是白虎的。毛秀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不是那个呀？天宇哥那个呀？哦，对。所以是不是这两副是拼白虎的？拼拼看吧。西安大明宫。国家遗址公园含元殿太师出一宿，真不容易。天啊，想了，谢谢了。 S 说什么了？你们刚才看到的星阵正是28星宿，它是我们的祖先对天文知识的古朴认知，也是祖先对宇宙的生动想象。正如你们现在所处的异宿，在古人的眼里就和五音六律有着高度的关联。既然找到了异宿，那给你们的高山音乐会的门票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就是，仔细检查一下今天各位背的卷轴，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。这次来，我跟峰哥还有跟文静去的就是后面这一座，丹凤门遗址。所以我今天其实切身的感受就是，我觉得我看上了考古的魅力。因为今天那个舒淇姐，杨舒淇老师也说，这个城是按照四象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是丹凤门，别的还有四象不同的门，所以它反而是因为考古这件事儿更加的证实了说，我们的先贤们很早就开始夜观星象，开始记载下来这些东西，而且更加追溯了说，现在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盛世，可是在过很久之前，在大唐依旧有一个如此的盛世，如此有影响力，给周围输送了无数的文化财富的一个时代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骄傲。包括我今天走了那一遭，虽然说我们走了三遍，不停地听那个三遍，但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是能跟大家一起去了解历史长河、文化长河中那么一丝丝小的东西。我也很庆幸说我们背了三遍里面的知识。好，既然背了，对吧？我们再来考一下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含元殿，还有两座殿，一座是紫宸殿，一座是宣政殿，然后有三座宫，一座是大明宫，一座是太极宫，还有一座是新华宫。然后朱雀大街127米，后来又简称天街，它横的有14条，那个竖的有十一条，竖的有11条，可以了，108峰，对，就是108星宿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真好的。天哪，虽然不同的时代，但是我们抬头看的天一样，是一样的，对。而且我觉得西安对我们星星堂来说非常特别，是因为这是我们这一季第一次看到星星，是，而且我们来说是友善的城市，对对，而且我们七个人就是西安的北斗七星。啊，冷静，冷啊，掌声来，掌声啊！他平时都这样吗？真精彩。过目不忘，成员们一对一对进行对战，按顺序记住面前出现的词条，当感觉对方记不住时，可以敲锣让他进行答题，如能准确按顺序答出，则对方胜，反之则自己胜。神坛音乐北京烤鸭，就是我们俩比记忆力，其实对你们两个记忆。那他对方没有答出来，本人也要答吗？如果凯哥没答出来，那坡就胜出了。好，懂了，来吧。从那个晨哥、沙哥先开始吧。谁知道？我们两个很尴尬的，位置已经坐热了，都是从我们这老人记忆力不好的。听懂了吗，两位？你说什么？晨哥 vs 沙哥，第一题，请出题。红色的黄瓜，你闭嘴。红色的柠檬，韭菜，韭菜。
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可以捣乱吗？捣乱不是我们的常态吗？对啊，我已经第一个我都记不住了。不是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别解释，赶紧说答案，赶紧说答案。第一个什么？蓝色的，红色的黄瓜，蓝色的西瓜。错，是蓝色的多瑙河。然后你看，然后呢？第二个是红色的草莓，黄色的草莓。他说错了，不是，这捣乱的他们这个。那我咋记住了呢？他们离我还近，比他更近，就在我耳朵后面，我都记住了，对不对？我咋记住了呢？我认输，我认输。沙哥得一分。复活，复活。你们一会儿等着啊，别着急，我知道怎么玩了，以后我连眼睛都给你们捂上，我让你们背。我们可没有肢体碰触。李晨沙溢，第二题。陈哥一脸气愤。这个有点难哎。可以敲了，快敲吧，可以敲了。黑色的葡萄，白色的那橘子吧，橘子是吧？粉色的荔枝。哇！完，最后一个，红色的苹果。对了，回答正确。耶！天哪！这回你们不捣乱了，都是我的好朋友们。牛牛太可怜了，我站你，我站你这边。下一组，白鹿孙怡，第一题。成语。这看不见，你不要说话。你这明目张胆的说我怎么好的？还是接力的，还是？他是接着的。对，还是接着的。可以敲了。这个出来可以翘了，还不翘，还不翘。等一下，我已经忘了，反正我已经忘了。第一个词是什么来着？明目张胆，胆小如鼠，鼠目寸光，光明磊落，落花流水，水到渠成。没了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成千上万。哇！回答正确。耶、yeah! ！厉害厉害！哇！上难度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锁水锁水养睡眠面膜，锁水滋养睡眠面膜，锁水。哇个！哇个！妈呀！这个读完第一个过去了。这个给男生就废了。红色液体磨砂口红。这好难。敲敲敲敲。哎，我们俩是一起敲的吗？一起敲的。孙怡，快一点。啊？这个也算吗？这个算的。淘汰我吧。一个字都没看见。所以孙怡胜出。Yeah.孙怡能说出来吗？锁水酸水滋养睡眠面膜，红丝绒蛋糕红丝绒柔雾哑光唇釉。啊啊，这是什么新品啊？你代言的，像装修的，像搞装修的。不会。下一组，凯哥坤坤，第一题。
这啥？这啥意思？搭救干扰吗？干扰。干扰，声音感。是的。答案都掉了，掉了，拜拜。呱呱呱呱呱，咩咩。汪汪，嘿嘿，呱呱，嘎嘎。等一下，汪汪，嘿嘿，呱呱，看他吗？汪汪，嘿嘿。呱咩，和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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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哥哥吗？没有啊。回答错误。来来来，其实刚刚我都记住了，只有他那个板掉了，我心疼了他一下，然后就忘了。请问掉的那个是什么？萌萌，呱呱。他们这个比较简单。啊啊啊！喵喵。还能记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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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不敲吗？还能记？快敲！哈哈，咕咕难炸，喵旺嘎。什么什么语？这个是说蒙古语呢？怎么？阿萨杜古的嘎达嘎巴，阿萨杜古难炸喵旺嘎，把我说的这个 double 一遍，阿萨杜古难炸喵旺嘎。你把它分解出来，完整的说一遍。阿萨萨杜杜古古难难炸炸喵喵旺旺，嘎嘎，嘎嘎。确认吗？哈苏杜姑南扎喵旺嘎，还有渣渣，渣渣，对，渣渣也有，对，有渣渣呀，有渣渣。哈苏杜姑南扎喵旺扎嘎，还有个嗡嗡吧？有吗？完了，好像有个嗡嗡。有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确认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坤的回答是错误的，差一个嗡嗡。我尽力了。所以现在的比分是2-0。完事儿了。没有悬念了，复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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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aby 深深，嗯，让我了，让我了，给我找了个这么强劲的，我这个真不强，我跟你说 ，baby 深深第一题，白鹿，白鹿，这人名好记啊。怎么贴了个沙溢的脸？这不能换点新的照片吗？是他的照片吗？周深的。杨坤，杨坤，杨坤，杨坤都来了，从杨颖到杨坤，杨迪，杨迪。这杨家将出来了，这是。杨洋，真不容易。可以敲了，深深。敲他，敲他。我可以答这个问题。
完了，最后这一摞给你惊的想不起来了。白鹿、孙怡、蔡徐坤、沙溢、杨颖、杨坤、杨迪、杨超越和陈子山。杨确认吗？对。那很遗憾，回答错误。你怎么想到的陈子？不知道。所以这一题 baby 胜出。阿门阿谦一棵葡萄树。完了，改记歌词了。让我欢喜，让我忧。爱你不照一万分光芒，爱你不跪的模样。Oh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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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你飞远去，看你飞远去，看你。谁敲的 ？Baby 先。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在一万吨光芒。穿。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。看你飞远去，看你离我而去。穿。Oh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。然后后面是怕你飞远去。我只记得后面唱的那两个了。下一个是啥呀？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。那再下一个呢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这两首歌都不是你那年代的。